呢個地方啱啱古市地區壓洲納地，不斷擴展嘅沙漠。真係冇乜水喎、啊。曾經灌溉土地嘅河流已經乾涸，曾經提到嘅田野變成荒蕪嘅沙漠。呢、這個沙漠化嘅現象，大約喺六百年前出現，將一個堅固嘅城市變成廢墟。神秘的生化人曾經居住在這裡。哎呀，都親眼了，跟住。